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gray. 韩国瑜再开金口，这回唱的是英文歌，表情生动，双手还会跟着摆，但最后这句。我觉得我唱的应该比陈绮麦好吧，应该比陈绮麦好吧。哇，韩国瑜直接跟陈绮麦呛虾，但到底陈绮麦的歌声如何？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唱歌唱到几乎声嘶力竭，好像脖子被人家踩到了一样，我也紧张，就要帮他打气，把他声音拉上去。韩国瑜当起评审，讲评犀利。过去他也曾多次在镜头前大展歌喉，最有名的当然是这首。我们就展开翻天攻击，打一个轰轰烈烈的胜仗。唱起宴席，歌声嘹亮，中气十足。就算要跟别人合唱，他也没问题。那旁是第一棒，比你最棒棒。韩国瑜9号晚间开直播，还特别 call out 给沈玉玲，只有一个不情之请。25号嘞，小弟不才嘞，找到了一个工作，在高雄市，我们有市长的一个交接典礼，欢迎，看你能不能来莅临，让我们增加很多欢乐。沈玉玲承诺，他会尽量排开工作，出席12月25日的就职典礼。最后还应韩国瑜要求，即兴来段笑话。不知道现在台湾最有名的鱼是什么鱼吗？那当然很容易回答嘛，因为他一定会讲韩国语嘛。我说，你知道台湾最勤劳的牛，像骨架的骨，最其他骨一样在，他答不出来的。我说，韩国骨。韩国瑜用台语发音变成韩国牛，沈玉玲这笑话逗得韩国瑜捧腹大笑，这也让人更加期待两人若真在就职典礼上相见，还会擦出什么火花。记者陈嘉伦，洪俊伟台报道。